啊，总是认为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已经做得很多了，不知道你做的是不少，可是你做错的就更多。啊，这什么业障、习气、烦恼在作祟呀？那真用功的人，功夫用在哪里？功夫用在放下烦恼习气，这叫真功夫。啊，那么你所修的这菩萨道，所做的一些善行，这个里头长智慧呀。啊，长两种智慧，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是厚德智。啊，厚德智就是善巧方便。那么清凉这句话里头，我们也简单解释一下。啊，你看，总就第一句，为正当佛智，就是说这一句，总为说是诸法，令信解菩萨。这信解菩萨是什么人呢？是信为。摄住菩萨有能力教导摄信菩萨啊，摄信菩萨不是简单人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我们从小乘来讲，大家容易明白。你看须陀洹、粗布，他所证的啊，就是断烦恼的，跟华严经粗性位平等。啊，粗性位也是断五种见惑啊，小乘须陀洹也是断五种见惑。你不断，你就不能证得啊。要知道，须陀洹是小乘一年级，初信位是大乘一年级，上学的资格都是要断见惑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个没有了啊。经论上所讲的八十八品见惑，分为这五大类。虽然没有离开六道，但是他们是决定不堕三恶道，而且呢，肯定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出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不管有没有佛出世，他都有能力超越十方世这个六道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有佛出世，他能证阿罗汉；没有佛出世，他证的辟支佛、独觉。啊，因为这七次往返，生生世世接受佛法的熏修，这个力量太大。啊，没佛出世他也能成就。这个现象
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给我们修学增长了很大的信心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一定要什么呢？想到，哎呀，我这一生成就，如果遇不到真善之时，那这一生就完了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就觉得有希望。遇不到真正是这个善知识，还是能成就啊？怎么样呢？诸佛菩萨善知识的典籍留在世间啊，被集结在《大藏经》里面。如果我们得到这些经典，就跟清净善知识没有两样啊。啊，那能不能成就呢？就是你如不如法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佛法讲的嘛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你能不能持戒？这个持戒不是经典里面讲的一戒，这个持戒就是祖宗留下来这些方法啊。方法里面第一个是善业道啊，三规五戒，这是基础。基础如果没有修，疏忽了，用什么样的功，这一辈子不能成就，下一辈子还不能成就啊！这扎根太重要了，你不能够疏忽。为什么有人修行能成功，有人修行不成功？基础啊，像盖房子一样，有人盖高楼盖得很成功，地基打得稳固啊。啊，有人盖个茅舍都盖不起来，为什么呢？这沙土上没地基啊，所以这个根本重要啊。中国世世代代都有高人出现，是什么原因？过去扎根的教育做得很好啊，在中国很普遍，农村里妇女不认识字，她受过教育，她懂得做人啊。母亲不认识字，教出的小孩是圣人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对吧？弟子规做到了。弟子规他不会念，他不认识字，可是他怎么做到了？从小学的，父母教的。啊，父母不是言教，父母是身教。父母做到了，小孩在旁边看会了。几千年世世代代就这么传下来，这个根扎得好啊，以后遇到清净善知识才能成就啊。一生遇不到善知识，能够识字认真学习也能成就，这种人很多啊。高僧传里头，居士传里，善女人传里面，我们都看到啊。啊，我们从出口看，
啊，这是初心。初果在修行的时候叫二果相，相着二果，这是二行为的菩萨。证得二果呢，等于三行为的菩萨。三性在提升呢，三果相、四果啊，五性、六性、四果、七性位的菩萨，就是阿罗汉，超越六道了，不再回到六道来了。啊，那八性。就是辟支佛，九性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十性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，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，这叫性解菩萨啊，包括十法界。啊，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到毗卢遮那佛的十报庄严土。啊，我们修净土呢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。啊，所以这是讲啊。令信解菩萨修行啊，啊，菩萨印度话，梵语音译的，佛经传到中国，古时候翻译的，啊，中国有讲古译经译，这个古经呢，是从玄奘大师。为标准，玄奘大师之前称为古，啊，古译的；玄奘大师以后称为经译。啊，古时候以为道，啊，菩提呀，翻作道，啊，这个底下讲的是生菩提智。那么经仪呢，就玄奘大师以后都翻成觉悟啊，觉悟啊，菩提是觉悟的意思所觉的境界有理有思啊，理就是涅槃，断烦恼障，证涅槃的一切智。啊，一切智是什么呢？是万法皆空，这是一切智啊。相有性无，事有理无，啊，这是属于一切智，阿罗汉证得了。啊，事也是一切有为的一切法，啊，有为有生有灭。我们用白法明门论来看就很清楚，这是世亲菩萨把瑜伽师的论上讲的660法归纳为100法，便利于教导初学啊，就是法相中啊
入门的基础课程。这一百法里面，前面96法啊，94法叫有为法，后面6个呢是无为法。无为法就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前面94法了都有生灭现象。啊，从哪里讲起呢？从阿赖耶讲起。你看80、51心所。啊，11个善法，24个不相应，通通是有为法。这从事上说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所知放下了，啊，这所知是障碍啊。啊，所以障有2种啊，一种是烦恼障，一种是所知障。烦恼障涅槃，所知障菩提，这2种障断掉了，那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佛菩萨给我们做的榜样，释迦牟尼佛实现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。聪明好学啊。啊，他给我们做这种表演呢。19岁离开家庭。我们知道王子出身，聪明好学，这身份很特殊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当时印度宗教学术就像我们中国春秋时代百家争鸣，也是学术风气达到了登峰造极啊！释迦生在这个时代啊，所以他就参学了印度的宗教，印度的学派，他通通亲近过，通通都去学过。啊，我这一次在澳洲悉尼访问几个宗教，里面有一个学派非同，啊，古印度的哲学的学派，他们没有仪式，完全是教学。啊，你进到他道场，他是教师。啊，他也有佛这个一张释迦牟尼佛的像画像，啊，挂在墙壁上。啊，他不像是我们是供在那做礼拜，他没有，他就像普通的字画一样，啊，挂在墙上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。在非陀学派里的学过，啊，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少，啊，我就向长老请教，啊，我说非陀里面说的中心思想是些什么？啊，他告诉我，他们肯定宇宙一切万法是一体。啊，他给我们做了半个小时的讲解，我听了之后跟我们的望境还原观里面讲的
大致相同，没有《华严观》讲的那么清楚。啊，这佛曾经学过啊，可是他学了12年啊，所有宗教哲学他统统接触，他再没有地方学啊。但是问题我相信会跟我们差不多啊，问题没解决啊，宇宙是一体啊，跟我们是一体，我们能承认啊。这个中国老子也说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啊，也有这种讲法，可是没讲清楚，没讲明白啊。宇宙到底怎么来，到底怎么回事情啊，我从哪里来啊，这个大问题没解答了啊，特别是六道轮回啊，这个在古印度啊，普遍大家都知道，这不是传说。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学婆罗门教，肯定四禅八定他得到了，得到四禅八定十六道里面的时空就突破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能看得到飞翔飞飞翔天，他能看得到阿鼻地狱。啊，在定中境界上没有障碍啊，你只要得四乘八定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，这就是你亲证的境界。可是问题在哪呢？六道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外面还有没有世界？这些问题在当时所有宗教学派都不能答复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底下入定，把12年所学统统放下。12年所学叫所知障，所知障一放下了，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问题解决了。那一年是30岁呀、啊！啊，这一开悟，彻底明了了，就开始教学。啊，要知道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没有一天休息，他怎么教啊？一个人也教，两个人也教。啊，10个8个人也教，几百个人几千人也教，只要他一开口都是教人，你把它记录下来全是经典啊，不是正式由课堂派的那些教学，不是的啊，活活泼泼，一丝毫拘束都没有啊。啊，办办300余会，说法49年了。啊，不但言教啊，身行啊，做出榜样来给人看。身行言教49年啊，79岁圆寂啊，知识分子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唐朝时候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这为我们表演的，他不认识字啊，给我们实现一天经也没有学过，没有亲近过任何善知识，只是遇到六祖啊，这个五祖。人和尚啊，在黄梅那住了8个月，
干什么呢？厨房里做义工啊，五祖没有让他到禅堂参禅，没有让他到讲堂听教，只是在对房里面冲泥破柴做义工，做了八个月。传法的时候把衣钵传给他了，没传给别人啊，别人当然不服气嘛。这是道场一个义工啊，什么都不会呀、啊、没念过书啊，祖师怎么可以把衣钵传给他呢？啊，五祖知道啊，知道大家不服气，所以传给他的时候半夜就叫他赶快走，躲起来，不要让人找到你啊。他跑到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，大家把这种事情淡忘了，他才出来啊。为什么？嫉妒啊，不服啊。啊，六祖那一年24岁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释迦牟尼佛见性，把见性那个境界说出来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是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的报告。啊，他说了多久呢？27日中，他是在定中说的。啊，所以人不知道，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打坐，啊，在树底下打坐，入定了。啊，27、14天了。啊，没有人知道啊。他在定中讲经说法啊，所以听众呢都是41位法身大士啊。如果不是法身大士，他不能进入释迦如来的定中啊。说出这么一部经啊，这不仅太大了，我们现在传到中国来的是目录提要啊，不是全经啊，像四库全书目录一样啊。那么慧能大师见性也把见性那个境界向五祖仁和尚报告，他只说了5句话啊。这5句话是说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第二句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；第三句，本自具足；第四句，本无动摇；最后一句，能生万法。五祖仁和尚一听，行了，后头不要说了，给他证明他真见性。那么能大师讲的这5句跟释迦牟尼佛讲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一桩事情，所以一部《华严经》也是把它浓缩，就这5句。他这5句展开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》啊。释迦牟尼佛断2种烦恼：烦恼障、所知障，通放下。啊，慧能大师
没有所知障，他什么也没学过，他只有烦恼障。所以他烦恼障一断完的时候，他也明心见性。这个实现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啊，让我们知道啊，修行的诀窍在什么地方。啊，所以我是越学越感激张家老师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第一天见面的时候，就向他请教。我提出第一个问题，说佛，我知道佛法殊胜，啊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啊，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很快就契入？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就契入。啊，这两句话了，实在讲，我是似懂非懂。啊，接着我第二句向他请教的，我是从哪里下手？他告诉我布施，教我修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我没有别的长处，我很听话，很老实，真干啊！啊，那一天我离开的时候，他老人家送我到门口，他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：“今天我告诉你六个字，你好好去做六年。”啊，我真听话，真干了。啊，老人遇到一个听话的学生，很爱护啊。啊，所以我跟他三年，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星期天放假，我不要上班了。啊，他给我两个小时。啊，除了他有公务。或者很繁忙的时候，啊，三年当中没有间断了。我佛法的基础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，啊，他告诉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佛法在经典里面。这些指示都非常重要啊！我们没有走冤枉路啊！啊，从经典里学释迦牟尼佛所以在经教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了佛法是学术，不是宗教，这是首先搞清楚。啊，所谓的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，实际上是佛法学位的名称。啊，就像现在学校一样。啊，最高的学位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佛陀就是博士学位。所以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这个最高的学位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啊。他不是神，他不是上帝啊。啊，他是学位。啊，菩萨是第二个学位。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。啊，拿到这个学位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放下。张家大师讲放下。
啊，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，你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就是诸法实相。啊，你把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三个都放下了，就是佛陀。只放下一个。啊，放下哪一个？执着。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你就证阿罗汉。第一个学位拿到了，第一个学位说证觉，啊，你真的觉悟了，你没有这个错误，啊，证觉。那么再把分别放下，不但不执着了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我不分别了，啊，分别心没有了，你就证菩萨了，升了一级。菩萨是什么呢？正等正觉。如果再向上提升呢？你能在一切法里头，在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破无明，这叫放下根本烦恼啊！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你证的最高的学位，佛陀啊，佛陀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三个学位你证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教的好啊！你看我第一天问他，他就说出来，啊，就把这个就传给我了，啊，还叮咛嘱咐要去真干，啊，放下，你就会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。啊，你看，放下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啊，你证大罗汉果。啊，阿罗汉智慧开了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在知道的时候还要放下分别，阿罗汉还有分别。分别再放下，他就成菩萨了。菩萨再放下起心动念，他就成佛了。所以佛法的修学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明白了，就什么放下就是。啊，决定不能有烦恼习气。这些东西为什么佛也就不放下？自信里头没有的。啊，自信里有什么？跟菩萨讲。诸位要知道，因为菩萨还有起心动念，还可以跟他讲。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性德。想好那这现在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讲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些德，佛教菩萨教阿罗汉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随顺性的。这是向上提升的。违逆性的往下堕落。啊，那在佛法里面呢，佛给我们讲的三规、五戒、十善、六合。
六度普贤十愿也很简单的 这是心的，必须要遵守的。还愿观上讲的简单，讲四种，那四种是非常圆满。那我们讲的这么多种，儒讲的这个四个科目，佛讲的六个科目，都是还愿观里头的第二，四德的第二德。他第一是讲什么呢？随缘妙用。第二讲呢，威仪有责。所以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威仪有责。佛法里面讲的是三规五戒十善，六合六波罗蜜十愿也是威仪有责。讲的再多，还愿观是一条。就是修行人，一切时一切处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都要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这是佛教导我们的。处世待人接物，永远记住。用什么心态呢？如何知之？我对佛菩萨是这样的态度，我对所有一切众生也是这个态度，对我的冤亲债主也是这个态度，这就对了。那你是真的在学佛，你还喜欢这个讨厌的，这不行。这是六道凡夫佛菩萨是心地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佛菩萨在这个世界遵守佛的一个教戒，那就是待一切众生苦，你到这个世界来是行菩萨道。菩萨道什么？救苦救难啊！这是菩萨的本分。别人回报侮辱甚至陷害我，我怨不怨恨？不怨恨。为什么不怨恨？他是佛，他现在迷惑了，所以做错事情，他的本性本善，一时迷惑，你怎么可以责怪他？他清醒过来，就觉悟了，就明白了。那我们要做好样子给他看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。他回报我，我赞叹他。那为什么人不可能说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？他有缺点，他有好处。我们不提他的缺点，专赞叹他的好处，这就对了。这是普贤行愿里的教给我们，离经祝福称赞。他对我无礼，我对他有礼；他对我不尊敬，我对他尊敬，跟尊敬佛一样的事情。
啊，他能接受我的时候，我全心全力帮助他；他不能接受，我就回避他。啊，不但佛菩萨这样教我们，古圣先贤也是这样教导我们。啊，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统统放下，这就对了。这才能增长佛智。其实佛智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。为什么不能现前呢？烦恼习气障碍了它了。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，啊，我们自信里面智慧就往外透啊，这叫增长佛智啊。啊，自信里没有怎么个长法？所以大师在书里面跟我们讲，增长信喜二心，生菩提智。啊，信是本性，喜是习性。啊，本性跟习性啊，啊，在佛法里面。两种都是智慧啊。那在世间人说呢，本性是善的。善怎么隐了不见了。习性是恶的，习性做主当家先前造业也。啊，习性你亲近善人你就变成善。亲近恶人就变成恶。啊，所谓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啊，现在人习性很麻烦，为什么？他所接触的恶多善少啊！啊，你看现在，我们生在这个世界。啊，张开眼睛所看的是什么？所听的是什么？啊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正界，这个境界，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全学坏了，所以感得许许多多的灾难疾病啊，对自己身体来讲是疾病，对我们居住环境来讲是灾难啊，水灾、火灾啊、地震、飓风感得的灾难，灾难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有原因的。这些科学还没有见到，啊，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圣教，而圣教呢，就超越了科学。没人知道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方老师就把《华严经》介绍给我，他说《华严》是佛经哲学概论，对，这部书编得太好了，有圆满的理论。他在理论上加上个圆满，有周密的方法，
后面还带表演，他说这种教科书在全世界找不到。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表演啊，把这个理论方法的时候啊，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落实啊，做出来给你看啊。这是书编得太好了。那我们读了华严之后啊，回想朱熹编四书那个灵感决定是从华严经上得来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它太像华严经了。啊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论语跟孟子就是五十三参。你看看圣人贤人怎样把这个中庸大学的理论呢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跟华严一样嘛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朱夫子当年在世跟佛法往来的非常密切，啊，决定读过华严，啊，这我们有理由相信的。啊，编得这么好，啊，于是乎我们展开四书啊，都会想到华严经。啊，所以习性啊，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所表演的那个习性是啥？纯净纯善，与本性完全相应，所以生菩提之。啊，那个性，性本善呢，是根本之；习性的善呢，是后得之。啊，我们讲全知，啊，在佛法里常讲善巧方便。这个善巧方便呢，是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表演的习性。啊，所谓近朱者赤啊，啊，我们跟圣贤人在一起啊，二心都善啊，啊，那我们没有法子亲近到善知识，读圣贤书，就是亲近善知识。啊，修佛的人。无论在哪一个时代，无论在什么样环境当中，只要能够真正把握住修行的重点，没有不成就。啊，学习的秘诀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习。你看看高僧传，看看居士传，啊，净土宗里面的圣贤录，往生传，你就看看，那些成就的人，就是能把这个秘诀掌握到了。啊，阿公阿婆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他也能掌握，掌握的什么呢？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念到三年呢，人家往生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啊，不生病，走得那么潇洒，成功了，一门深入啊。啊，研究经教的，啊，一部经用个十年八年的功夫，
定得到了，清净心得到了，智慧开了，它起作用。谭旭法师的传记《隐尘回忆录》，这里面记载了一桩事情，一个刘居士，八载寒窗读楞严，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出家，跟谭旭法师他们三个朋友一起开了一个中药铺，他这个朋友天天读楞严经，读了八年。这一天在店铺里面，中午也没有什么人来，没有顾客，就在柜台上打瞌睡。打瞌睡的时候，他做梦，这个梦很逼真，就见到两个人走到他店铺来了。他一看，哎呀，这两个人是冤亲债主，为了财务事情打官司，他打赢了，这两个人输了，输了怎么样呢？就上吊了，两个人吊死了，他非常后悔，学佛的人嘛，为了这么一点的事情让两个人丢了生命，所以看他来了，他原先心里不安，结果来了之后跪在他面前，他就问他，你有什么事情？就是求超度，他心就平，不是来找麻烦，求超度。他说，那我要怎么样超度你？他说，只要你答应。说好，我答应你。看到这两个鬼踩到他的膝盖，踩到他肩膀升天，你看就那么容易。什么原因呢？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功德了，不可思议啊！你看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有这么大的效果不要操一点点事，他就成就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